我哪会感觉你今日怪怪的，心都无伫咧遮。啊，是你为泰国转来有较忝，所以你无心情用顶工。不要紧啊，啊，你就先等去休困，明天再来算。没啦，我是袂忝啦，只是无特别想法啦。就要你介意就好啊，免管我。太忝无爱管你，迄是咱两要做伙住的。你若是袂忝，敢讲是身体无爽快？发烧啊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咱毋是来金家区的，继续。看起来启用真正有心思。可能是遇到什么问题无法度解决，所以心情不好。我即马是林子倩的未婚夫，我爱安好才对。咱炒股赚的钱哦，来先买厝，家己先保掉的。然后放在我的名下，安尼大病哦，那是逼咱家己吐出来，就无遮尔简单啦。那谁那买厝都要放你的名下，买当放我的名下。嘿，那是我提出来500亿内底的钱嘞，当然是要给我买厝啊。无咯，那是我操盘所赚的钱，所以买厝都应该放在我的名下才对啊。你哪会这样自私啊？钱拢掠在你的手头。一点保障都不爱给我，你是不是想要私吞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家己提到这里走，我一定会跟阮大伯，还有江道成，做伙跟你对杀，让你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那厝哦，就放你名下哦。哎呀，吴爹啊，咱两人是要做伙孤孤单单的呢。那有需要为了这小块代志都来冤家，对吧？安尼唔叫差不多。伟弟，无虾米代志比咱的感情搁较重要。哎呦，有够够塞奶呢吼！根本就无参照我之前所识识迄个赤白白的林子倩。你是伫看啥？啊，无啊，我是咧看家具啦。你明明就来林子倩紧紧啊看，安怎？你到对伊旧情难忘哦？来的，我无想看到伊。我哪有可能对伊旧情难忘？我只是咧同情伊。你讲江启用求婚办到这尔冷冷清清啦，今仔日啊连家具拢平外算啦。我看以后林子倩若是嫁入去江家，日子嘛袂活了好过。我是不是有幸福跟你有什么地带？对啊，他们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地带？你还想要他幸福？哎，蝴蝶啊，你别这样交差他好不啦？我刚才不是说啊，我若是买厝，就放在那边啊，这样还没证明我对你的心意。有听到吗？冬俊哦，就是这么疼我。啊钱哦，拢开伫我的身上。啊，你身躯边这个公器羊，那是少姜家的传统吼，是一生五亿拢袂予伊的太太。虽然董俊毋是姜家这种财团的继承人，啊，毋过听某才是上重要的。伊开伫你身上的钱，拢是为姜家骗走迄30亿来得出，毋是家己的钱，当然咱袂开。你讲话这么酸，你是伫怨道啊？我是有啥物好怨道你的？敢讲我怨道你甲这个慧玲做伙，其实拢未得到幸福。你爱怨道我呀？有足济啊！你怨道我会生，怨道董俊较疼，怨道我的查甫人买厝给我，怨道董俊买少济珠宝给我。你真正是自我感觉良好呢。我惊我若是继续伫遮看你耍白目，我会变了甲你同款。黑勇，咱来走。林子倩，你
你莫讲袂赢我，就侮辱我。你看，讲饲养敢有真要紧哩？无嘛，伊拢无替你讲话呢。迄是因为恁两个是低等生物，恁伫遐骂骂吼，毋知咧吵啥。可以用讲的是人话，就算伊讲啥，你嘛听无。你讲啥？低等生物啊！陈东俊，你搁伫遮点点要创啥？紧替我买回去啊！哎呀，别管这个林子倩啦，你看伊两个人啦，一个未生，啊一个是拼装的，拄好到一对啊。看到无？我叫东俊骂人哦，一定骂人。啊，你讲话会叮当，所以讲起啊。恭喜你呢！是一只足听话的狗，你讲啥是狗？你甲我讲清楚。你笑咩？你吵一直吵，有够无聊的。你搁想干个哦？你从来唔捌对我拍下手，陈东俊，我有人骂啊呢！你敢唔替我出头？紧来啦，紧来啦！江启宏，你哪会当咧马虎点啊？伊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准你安尼对大细声。我叫恁相当远也是无听到，你继续在你家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你骂我的女朋友，我无可能让你尊重出来。恭喜通知咱。讲江总裁会找咱开会，咱会等伊讲时阵。奇怪，启宏今日哪会这么暴躁？一定是有什么心事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有要紧无？哦。奇怪，进前江启宏蛮咧过啊。你那熊变个这样粗残呐？对啊，拄只我对他起卡动手，到我以前实在里边完全拢无共，一定是受着林子倩的影响，整个是拢变。这份采购单是因团教外艺术以中财集团去盖过，林子倩，你准备会搞第四件？有苦讲袂出啦，敢有啥问题？原来是这个问题。我之前去泰国，是因为实验室内底培养十年的细胞样本拢死，那十年的心血拢放水流啊，严重影响到中心科技研发的进度。迄天我按哪找拢找无原因。这么看起来，这份采购单所买来替换芯片出差错，才会造成这个问题。这份采购单是我签的，摸唔着。啊，不过这芯片的规格是照进前研发部门开的单，迄拢是同款的啊。这规格是正确的，啊，不过迄序号看起来是过时的，淘汰的产品。原本就是讲哦，这张单价值无这么大，所以要交你转款处理。想不到还是出差错。这个厂商已经根据合约要求咱半买款，假使咱也无照合约行，都要赔偿汇款的一半，3000万作为违约金。3000万是无多啦，啊，不过你我培养十年的细胞样本哦。不是钱会当买会到，是安怎才当不用等？确实是外所，我可以注意到序号无同款。各位，这届这个损失，武吉集团的人，希望大家卖阁用这件代志来做文章。啥货啊？诶，人是包庇包庇，啊你是包庇包庇呢？我竟然讲好意思伫正人面头前呢做三亏，敢袂看看啦？好、哦，我真正袂堪要气咧，我。哎呀，阿爸，总裁啊，你莫搞我扭啦，伊这人啊，足唔习惯，我真正看袂落去啊。哎、欸，
不多就好啦。什么差不多？差很多，这不来造成无极的损失啦，卖害未来才会出问题呢。我们总裁呢辛辛苦苦啦，欠的这个艰苦钱啊，伊说安尼无要无紧啊，开钱啊开水嘞，真正欠甲死呢。拜托一下吼，你也不是阮总裁的后事啦，卖不甲你家己哦，卖输一个了不了囝。讲话唔知影轻重，人老强当是上也着啊先拜呢。伊化水的金人时阵，你搁咧饲着出来，我这么伟大的老爸，是要安怎生出这么将才后生啊？乱来你是？人里边他个是恐惊的，因过头人地死掉，他这帮人哦，应该死了。你讲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个部分的业务，确实是蝴蝶较少。我是上适合做总裁得做的啦，只有我有能力哦，会当在杨总裁身躯边作战，阁无予伊开除。而且高科技的生技研发这么专业，这也是我无法度让人代替的所在。我不对了，小勇啊，我可劝你啦，用人都要用真正的专业。你莫因为之前甲蝴蝶有冲突，所以就硬要把这个重要的人赶出公司。我会让蝴蝶回来做事，不过是什么位置也阁不确定。王总裁，为你。上紧的速度来，给你解答案。还有我对研发内容哦，嘛已经认错。即马公司发生这么大的损失，需要当初时参加研发所有专业人士拢回来。我向重新来换实验室。实验室，无可能给你换。不过我会当给你一个总监的位置，蝴蝶就做你的对手。不过你要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要经过我的同意。这个东西，你安尼嘛算讲是有解决大事事宜啦。我可能希望讲未来卖去耽误着未来城的进度就好啊。我唔想讲买一步登天，叫你随家总裁位置给我。啊，上无你嘛要给我等于做总经理，甲以前同款就对啊。现在你顾在你的后生甲我动，安尼敢对？嗯，因团来安尼做哦，一定。有个道理啦，你若袂瘾做总监，会当当场甲拒绝的，继续当你做你个股份愈来愈薄的董事啦，吼。啊！呜呜！你是总监，小公主的疼死人仔哦！啊！像最近有这种态度，跟我爸讲话，赶紧退！我只是清楚，应该是我的位置。你敢说出去再用？啊！你应该叫我啥？你无钱，你应该叫我啥？讲。总裁。既然你会记你家己的身份，哟。甲我较安稳，莫和我讲第二摆。出去！恁敢真正要来对待我？你唔惊我一手机，甲代志拢压压出来？代志是你做的，还是别空啊？失去一切嘛是你，阮是要惊啥？恁真正暗算要变面林小安？了你哦，卖阁咸太多啦，该好你的绝对袂甲你骗。啊，无效果，你家真清楚啦，啊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恁啉茶啦，我无交叉恁啦。把门关起来。是。